吃是玩家，天菜就这样吃，带你吃遍福井石川的天菜。哎，你真的是有用到精髓，我真的是樱桃。对，你看坏坏歪歪的，我觉得在台北吼吃不到落霞，大概是像这三片，我觉得差不多也要800块了。天菜就这样吃，日本现在流行这样玩，深度玩翻福井石川。